外界舆论将事件归咎于中国乒协在6月20日突然间免去了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的职务，矛头直指上任只有半年多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，认为苟仲文是外行人管内行人，还经常乱点鸳鸯谱。他推出个扁平化、跨界、跨项目、跨年龄管理政策，例如曾经打算将奥运女子跆拳道金牌得主的教练去管理女子足球队。外界普遍质疑，究竟在苟仲文的领导之下，中国体育的未来会不会渐走下坡呢？